题一样。这可以穿到 L 号，可以穿到 L 号，好不好？然后可以看一下基本黑跟我身上的卡，这种真的是不会退流行欸，真的会一直出。它这边是做滚边的，有点花边的设计，但是我觉得它是很微微的，不会太浮夸。然后是做细坑条的面料，请看一下。细坑条棉质，整件弹力都很好哦，很好。对，然后而且它不会透，不会透，好不好？穿个短裤这样也很好看。然后它的这个整件材质都是做一面的话，雪，我的手机不会太贴身，好，那当然也不会说太宽的感觉。然后下摆呢也是有做这种纹路，有点花边的纹路。整件四面都是卡，这个穿起来就是很百搭，休闲风啊，或是穿一些你想要搭吊带裤类的，或吊带裙类的，没有把它穿在里面，穿在里面也是可以的。好，然后这个领口呢，你要拉斜肩也可以，拉一字也可以，就是可以穿很多种的感觉。没错没错，非常基本必需品，然后也不会太短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卡色配这个花包吊带裤，这样。好，可以，对，要的赶快加。好，来换色。好。哎，卡色哦，看好了，卡色看好了。对，卡色看好了。好，换色。你看，我觉得配个宽裤这样子也很好看啊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上衣有没有，就是卡在它不会太过休闲，也不会说太 lazy 的感觉，配个宽裤就很有型，像这样子，很好看，搭配这个真的。气势，就很有气势，没错。店面在桃园市中立区大同路152号啊，中立区大同路152号，在凯悦 KTV 旁边5-6间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跑到我们隔壁那一间哦。不要跑错哦，不要跑错。啊，叫直播主试穿给我们看啊，你要看哪一个？好，上衣要的赶快加，好不好？弹性的很好搭，可以。来，上衣编号12号，上衣编号12，黑跟卡两色哈，黑跟卡两色哦。黑跟卡。身上裤子是新，不是新品，这个已经追加播很多轮了哈，追加播很多轮了，凤珠，你可能已经买过了吧？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身上上衣编号12，黑跟卡哈，黑跟。